我已经到处都找遍了，但是我看到的都是冰，冰还是冰。那是什么？听起来像是队长的手风琴音乐。 我的老天爷呀，根本不是巴克队长，是虎鲸。或许他们能帮上忙。嘿，看，呱唧，你好，呱唧。我听到你们的歌声了，还以为是巴克队长呢。巴克队长，我们不久前刚跟他和皮医生分开。是啊，但是他们没回到家，孔雀鱼艇撞坏了，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块冰里呢。我天哪！ 不要担心，呱唧，我们会帮你们找到他们的。嘿，哦不，冰块又裂成两块了。披上，跳。啊！ 进去住！咱们得守着舰艇，再跳！不！披上，从我身上爬过去！ 好的，抓到了！耶，我们到处都找遍了。嘿，要不要浮盔试试？你说浮盔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平常都用浮盔来观察水面以上的东西。是的，看我的，呱唧。 我不是虎鲸，不过我也想要试试。呀！哦，你成功了，干得漂亮！谢谢伙计，但是上头也有很多冰。跟我们一起行动吧，呱唧。是的，我们虎鲸总是在一起的。好，那大家都开始浮盔吧。 哎，等等，我好像看到什么了，是巴克队长和皮医生，我找到他们了。啊！怎么回事？呱唧，你找到我们了？我就知道你行。